那这款呢一样 SML 可以穿料质，你们不用担心哦，这都是夏天的牛仔面料，所以不厚，它就算是薄牛仔，但是呢它不会透哦，而且它粗粗然后皱皱的感觉。那腰部的地方是有做松紧的，抽绳。17064可以穿吗？17064应该是可以的。可以啊，对啊，而且它这边也松紧的、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没问题的。对，它是松紧，这是 S M L 都可以驾驭的哦。好，然后它的这个绳子呢，就是直接把它缩起来，就会有腰身的感觉。其实我觉得它这穿起来真的很方便，而且我觉得夏天啊，今年很多人都很喜欢一些长裙类的，就是穿起来很舒适，然后又不用享受穿搭的问题。然后再来就是它的这个背心的吊带的地方呢，这好像还有一颗扣可以调，有还有一颗扣，对，里面是还有一颗可以让你调整的肩带的那个，然后后面有松紧。那背面的话，其实里面穿个小可爱，或者你直接穿个内衣也 OK， 因为它也不会太露，那背面也不会让你露到你的内衣肩带，就是它露得刚好。那你可以搭个小罩衫。那胸前这边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口袋，它的扣子都是做那种木纹扣的设计。哎，那个 AN 它没打颜色，深色的到吗？可以吗？好，再来就是它的下面呢，是做一个开叉设计哦，小小开叉。如果想要再开高一点的话，自己可以解开纽扣。它整排都是做针扣的设计，你可以自己怎么样，要打开干嘛都可以。那重点这个，你只要单穿就好，你也不用担心走光，因为它完全不会透，穿起来就是很舒适，就是有一点休闲的感觉。然后它是不会贴臀贴屁股的，就穿起来美。然后有点点小小的蛋糕。小蛋糕色，对，就是微微的，所以这个穿起来其实穿起来很高挑，会让你的腿很修长，腿会拉长，不会让你整个很蓬的感觉，穿起来是很顺身的，侧边就这样，然后腰身，那屁股的地方也是都帮你藏住了，所以看起来都很瘦，你看起来都非常好哎，对不对？搭个白色牛仔外套很好看。就是夏天如果有些人想要搭个罩衫啊，你可以搭一些长罩衫，然后想说这个外套能配什么，其实这个搭一个牛仔外套白色的也非常亮眼哦。夏天的话有没有，有时候出去啊会想说，哎，穿个背心怕晒黑。